警笛声划破宁静夜晚，只见一群年轻人聚众站在路边，远警都已经到场，他们竟然继续叫嚣。说跟你没关系，有没有关系的啦？远警大声呵斥，这下通通蹲下，不敢造次。事发周四晚上，北投远警接获通报，半夜有人在路口持刀叫嚣。当事人是名18岁王姓少年，因为不满交往5个月的女友提分手，认为被甩掉很丢脸，伙同了3名朋友带开山刀当街找前女友谈判。虽然没有真的攻击，但喧嚣的吵闹声引起居民不安，报警处理。远警在王姓少年其中一名朋友身上搜出毒品，最后通通被带回派出所。当前及其余共犯讯后，便将依刑法聚众都恐吓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依法移请台湾4名地方检察署。当街持刀叫嚣恐吓，不仅让逝去感情一去不返，更闹上社会版面，让自己和朋友全进了警局。记者黄天耀、范雅乔台北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。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 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喽。